南无阿弥陀佛，土地要通，土地要通，阿弥陀佛，是红星星土星球，一切分寸出了火色，是否真往机会期间，因红宫的侵略而来，凶星如此。 金鸿宫的幸福三更响钟起，高雄如都之前相中，王暂时逼退金鸿宫的，但南部已被再度来犯，此人乃何人要求罪魁祸首，罪在恶极，断不能奉任他继续为何？但所有先后，各族有缘，因怀疑都令衣袖饮食侵占，可不得禁锢。 若请师傅出面一见，认识其实吗？嗯，因红宫的所用的鬼物不必诡异，并将认为一同查出恶名，此事由我先调查，师傅本身专心独领技术吧，那就如何利落。 从不经协助，已进入魂川一洞。 就连魂川和灭即将，原来如此，也好，我胸有天命。但所有事情过一段路，便能消耗此情，届时一切魂川可是需要人带领，协助也足堪此任，这也是伊的必经考验。既然协助仍有他事，便将他专心修炼，纵然随我真龙之文。 随温春秋一同进瓮夺文，几处大丁将，看来是这位由于为人无为咯。如若真想证明此刻的清白，现在就请入一些火局之将，由陆续问询温春秋忍辱发怒，所问。 伊要认同，今年为罪犯吗？老朋友，今年最令证明你是清白的，杜甫、笑，吾以为德该为三高所罪一切，诸文无愧一心，你们凭什么质疑我？人道就是正义吗？老朋友，先生，温春秋，我会让三问多年情谊。 就是恁首先将对我，今时今日，故意以恁挂袍断义。现在回头，时有未晚，哼，不用一头多人。何必罢了？你这是一秒为宗教，手通本源，高阁诈欺，我穷是混，你有何面目徛在此地？ 用个目击是非，不必多言，战将吧，不必久情修建，就来吧。嗯，先不是非，一将定断，应对何必半路，穷困无疑，暗中兴奋，就好将将突破。